小丽所在的团队对把控中草药原材料的质量而言举足轻重，他们每天跟72种药材、几百项性状指标以及一大堆深藏奥秘的数据打交道。现代中草药的科学鉴别需要异常精准的检测手段，有关于这些优质原料的一切秘密便是通过这份精湛的手艺来揭晓。这批赤磷脂二氧化硫的值远低于标准值，重金属均低于标准值，溶残未检出，其他指标都没有问题，这批没有问题。OK。一笔一画，看似简单的签字背后承载了尖端的科研成果，这是一种人与科技相辅相成的功力。